我自己的体会啊，水养兰花的话挺适合，就是喜欢花，可是性子又稍微，哎，有点急，老想有事没事给它浇点水，这个发现养兰花是真的是不行，这样很容易就烂根了。那我干脆就把它拿出来放在容器里，啊，我有时间的时候没就可以看看根啊，甚至拿出来看一看啊，啊，这个想换换水，勤快了就给它换换水。啊，这个多勤快都没关系，感觉是这样的，但是不想换不勤快了，就这样一直泡着，水不脏我也不换。刚刚入水的时候我还比较勤快了，每个星期都给它换水，现在已经是看它长得还行，就不打扰它吧。